肥呢，这几头鹿了我。嗯，要不要拿鸡红烧？好肥呀、啊，这那我好少见过这么肥的鹿哎。在民间里，有东西给它吃了。说前几天看到那些鹿瘦的不得了，这群鹿肥嘟嘟的。很多鹿。这里面是做什么的，小哥？为什么搞个鸟巢在那里啊？哎，你看，他们当时在这里住，养了鸡，做了什么东西？你看。看看这边的，OK， 坐一下。嗨，小哥。Hello。干嘛你啊？没错啊，这里啊，哎，这里。看看我这里哦。这里爽，这里漂亮，主要是在。边上哦。是，主要是这边的悬崖边上啊，哎，不错。悬崖边上，你敢住那里？晚上你梦游怎么办？不可能的，我把车锁了。不会的。梦游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挺好的。咁啊，呢度烤花鼠，唉，睇靓靓。对面那边有人是吧？刚才那人修房子的石头就从这里搬了，我怀疑。是一个屏风。是啊。
OK 噶啦，可以打枪喎，好似喎，好多子弹壳喺度喎。郭小姐，呢度好多人打枪噶啦，睇埋有枪头喺度，弹壳喺度。系咩？啊，使攞支枪试试嘛？你煮饭啦？煮嘢喺度，喺更夜中嘢。OK。我是打开始，好，拿了吗？呢度有粒，呢一粒系应该系我啱先打嘅呢一粒，睇到未？我哋呢粒，我呢粒好细嘅啫，呢粒睇我仲有几粒喺边度嘅，六个人嚟打，怕事。恐高，哎，对马局啊，我局啊，恐气温热爽嘅时个啊，咩你老将啊？我边系做视频，嗨 ，Danny 嚟个，唔系 launch high， 我睇太阳高，好快落山嚟个，好热啊呢个，这火很美啊，嗯？嗯，好味。嗰只碌成起身，拉嚟咧，啱打枪打得棒棒响。今晚熟得熟嚟嗬，从太阳出来，去到太阳下山。呀，还有嗰只要浪费啊？吃了饱了。吃了它吧，要不然装给我，我把它干掉好吧？你吃得下吗？可以可以，反正等现在还，现在才五点嘛啊。你吃我喝点汤就好了。OK， 那你就刚好分下来，一点点了，我不想装了。我就分了吧，别浪费嘛。这些浪费美丽的东西都不要这样子了，知道吧？太阳下山了，终于日落了啊！哦，刚才忘记跑到山顶去看日落了。不过这也不错，吃饱跟你再打两枪，好不好？是啊，那个反正也没什么事啊。哎，那边那个石头，我们就练练枪法嘛，好吧，是不是？啊，赶紧吃吧，凉了。OK。
天吗？哎呦，都光了。